来，台中的朋友也到了，台中的朋友也到了啊！来，我们欢迎一下台中的朋友。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好，我们是从高雄市关怀流浪动物协会。那我们这次有一部游览车，高雄的一部游览车上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很感动，就是从以前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在做动保是很孤单的在走，现在的话是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入，越来越多的力量在加，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让我们觉得这个动保这一块越来越多人关心，那也越来越有希望。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是高雄的我们就只爱高雄的，然后台北的只爱台北的，我们爱动物的就是爱动物，全台湾爱的都是一样，所以才会让我们全台湾的人全部这一次因为嘉义看守所这边照顾流浪动物实在照顾得太差的情况下，让我们全部的人北中南全部凝聚到嘉义来。那个我们是那个南华大学狗狗社，今天来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也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活动。那其实嘉义市收容所对流浪动物就是真的像眼睛啊爆掉或者是流浪动物受伤就是完全没有医治。那我其实我们社团认为说这不是一个政府甚至是就不是人民跟政府对待动物该有的态度。那因为这种议题其实流浪动物议题是一个公共议题，那所以需要尤其是我们身为大学生就是需要更多人的力量来一起参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邀请我们社团甚至是社团以外的人来一起参与这个公共议题，那为这些流浪动物一起发声。因为其实不是只有爱动物才能为他们发声，因为就是基于人的一般的同理心，所以我们该做这些事情。把举办最多国际那个管乐节的嘉义市政府却不愿意花一点点心力跟金钱善待动物，所以它根本不配叫做文明的城市。这是我们今天聚集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有啊，有派人啊。谁啊？我们就要看看是谁。我想今天我们就见识到嘉义市政府是如何对待人民，他们竟然把人民要逼到对面，车到对面晒太阳，甚至他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警察，他们让他们警察在大太阳下面晒太阳。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嘉义市政府是如何对待这些爱护动物的我们的这些善良的人民。我们是不是先喊三声抗议好不好？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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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为什么收容所给猫狗吃的饲料是这样的饲料？搞什么啊？奥利！我们狗最抓进来的时候，他们是吐血，是流血，是全身是血进来的。他都吃梅山槟榔进来的啦，为什么他会受这么大 的这个折磨呢？因为嘉义清洁队采用非法的捕犬杆，他们的捕犬杆是非法的，非法的捕犬杆虐待我们的动物，是不是一个凶手？是，他们喊凶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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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手。Come on!
从事社运十几年，我做结尾的，我嘛十年，这里很多人，有没有人去参加社运活动，去诉愿？政府不愿意出来见人，还抓人。这么多人来，已经行公文，要跟他们诉愿，人民不能诉愿吗？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个政府是不愿意接见民众的？啊，对呀。他不放人，我们要办怎么办？好，等一下哈，等一下冲，大家不要冲，大家原地坐下，就由我徐姐跟王理事长，我们三个冲进去就好。大家不要冲，大家不要。来到哪一个男的来抓我的？冲！好，哪一个男的来抓我的串？有人有警察拿棍子敲民众。啊！有警察拿棍子敲民众。人已经摔倒了，还一直冲的，好多人都被踩来踩去耶，这很过分，我们快压扁了，叫做不要推，我们要出来了，他还在一二三推，一二三推，你们真的是很不要脸的，你们抓小偷如果这样子，高雄的警察都不敢推理事长啊，他们是没有女警。然后我们这些在动保团体的好朋友，大概女生跟男生是7-3，前面这几排全部都是女生。我都不知道